好游戏给赞，不好玩给烂，用最主观的角度推荐，用最偏颇的方式评分。欢迎收看《游戏狂战士》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妮妮如。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游戏吧。还记得手机上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手机游戏广告吗？今天要介绍这一款特别奇怪、特别荒谬的留长头发游戏。你会在路上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头发，然后越剪越长，同时呢还要闪避障碍物，因为有些障碍物会让你头发一卡就断。那游戏要怎么计算分数呢？就是计算你最后的头发到底有多长，是一个荒谬又好玩的游戏呢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制作团队的评价吧。满分五个赞的话，游戏性是三个赞，还是可以玩，是消耗时间的。但是洗版指数是五个到赞，真的是广告太多太烦了，被洗爆了。那免洗程度呢是五个到赞，市面上实在是太多太酷这种跑来跑去捡东西的同款了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游戏是酷喵跑酷，它是现代版的 Temple Run 混血弓箭传说，在混血弹幕游戏，耶、yeah! ！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制作团队的评价吧。满分五个赞的话，游戏性是有四个赞，其实非常的好玩，是消磨时间的凉拌哦。上瘾指数的话是五个赞，会玩到停不下来。创新度的话是只有三个到赞，因为根本就是各种混血儿。攻占排行榜下载第一的达达特工，这个既视感呢非常重，好像看起来很像什么吸什么血什么鬼什么幸存者的，绝对不是我说的，是制作团队说的呀。我现在要玩我们的达达特工，那这个达达特工的话呢是，就是这种类型的游戏嘛，我差点讲出不该讲出的名字。那你可以像我一样，就是一开始可以选择几个技能，那我像我现在要选择这个足球。那这个足球的功能呢，会是在远方就先帮我把一些僵尸清掉，边跟他们绕路，然后边啊，我要被包围了，赶快离开包围圈，然后边绕路边射击他们，然后边收集这个绿色的小点点经验，然后让我武器变强啊。要小心，会有一些怪会发射奇怪的光波，完蛋了啦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哦，我认真哦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分心讲话。老哥，老哥，我在忙我在激战中啊，你不能要求那么多。超想赢的，不管这个通告费有没有两倍，当然有两倍最好。召唤一个 A 机器人，钻头飞 A 型无人机，哇，无人机好强，爽啦！感觉要十分钟了，你们完蛋了。又一堆僵尸跑过来了，有一个大的，好，突围，我现在学到了，大家发点善心，钱很难赚哦，我到现在还是弄不清楚到底有没有两倍，有两倍的话，这个频道也太赞了，威力五分十九秒了，人嘞在哪里？那我们先进游戏评分。满分五个赞，游戏性的话是五个赞满分，实在是太疗愈啦。那上瘾指数的话也是五个赞，感觉真的屁股要长痔疮啦，马桶上的邪恶游戏。那密集恐惧症害怕指数的话是五个到赞，太可怕了，满满的僵尸。OK， 那今天的免洗手游游戏介绍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周末可以去玩看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游戏狂战士再见啦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加追踪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游戏给赞，不好玩给赞，给赞，我要说到赞啊！耶耶耶耶耶耶！